中共病毒 COVID-19 不断的突变， Delta 印度变种散播了全球近百个国家。此外，目前主要还在美国加州范围传播的变种病毒 Epsilon 也受到关注。美国媒体报道，美国华盛顿大学和米尔生物科技共同研究发现， Epsilon 的病毒刺突蛋白的三个突变可以抑制辉瑞、莫德纳等 mRNA 的疫苗所产生的抗体的中和效力，而这让当前疫苗的防护力下降5到7成。